刘爱哲给到张镇雅外线的出手，掷。其实整个郭体大在开赛啊，几波的防守都。刘爱哲，哇！中间力给到王凯玉，哇！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好力，对，其实包含像林彦廷，包含王凯玉都很明显在对抗性上有成长。张镇雅外线三分在弧顶投进，林彦廷找到王凯玉，外线拔起来的出手，掷。这边真的大学是完全打命球路线。 开赛到哇！这已经是这场比赛第二次这种开后门了。漂亮，世奇老搭档，又超到了球。尤爱哲，本届的超级王。哇，这一个直通杀西啊！尤爱哲，一个阿雷又完成，又是跟王凯玉。整个防守端的执行，策略重点其实都执行非常好。哇，尤爱哲又找到王凯玉，再一次开一个后门。 在台大体育馆进行的UBA公开男一级复赛，正大跟国体大的对决，在上半场尤爱哲攻下7分，但关键是他传出了6次的助攻哦，为队友制造了很多很好的出手机会。对，尤爱哲他整个传球视野，我觉得上半场是展现淋漓尽致的。另外必须提到的是，他已经连续2场比赛都有投进3分球的记录。其实以他今年整个3分球投射的效率来看呢，这算是还蛮少见，有达成的。因为他其实先前在预赛。 总共只有4场比赛，应该3场比赛有投进3分球而已。是，所以其实他跟台艺大的曹勋相很像哦，都是一个很好的控球后卫，但是其实两个人呢、都不太常在外。